我可以盖完马上发动它的能力吗？可以，只要我那个扳手够多吗？没错。然后你说这三个是什么时候发动？每一个 round 我可以发动一次，行动之前或之后都可以。现在 action two， 你在行动之前或之后都可以。那我可以三个都发吗？如果我可以，好，那我先发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这是能量球，可以再放一个冰到战斗的区域隔壁。哦，隔壁如果有战斗的话，我可以放过去。对，可以加一只冰进去。嗯，我要把这张卡移出游戏。然后抽一张，移出游戏。对啊，移出游戏。哦，能力吗？对啊，我这个的能力啊。嗯。这个能力。好。这么强。他牌调度的很严重。我想想看啊，我要抽，应该是要抽，我继续抽这个。可以换我。是换蓝色的、我是发能力，我还没有动作、还没动作。好。对啊。那你要？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横置一下。好。Software update， 哇，直接更新软体耶。Software update， 你直接更新软体就是直接把，我觉得我打这张，更新手更新软体就把手牌换掉，好盖什么？我看一下盖哪一间，盖这个好了，然后顺便发动杀一次，最近不是有应该会有那个吗？哦对对，有一个战斗标记，哦有战斗标记啊，一，对，是放他的，因为他是进攻方，进攻方会放在上面。所以下一位换我了，那我打三个扳手，抽一张牌，对，好，然后我要盖蜘蛛，好，结束了。三个扳手抽一张牌，盖蜘蛛，你是不是三个扳手、再发动一次蜘蛛，丢一个水晶回家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三个动作，我打三个移动。一、二、三，挥，哎呦，不用了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看不太懂？你打三个移动，哎，走错了，一次移动可以移动，没有没有，到底可以移动几只？他现在在后拦你，三只而已，对啊，现在在后拦你，我想说到底是三，他现在在后拦你，不要理他，好，冷静冷静，好，对，好，开，跟你刚刚说的不太一样，放两个水晶到任意区域，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是打开，我是抽一张地形策略卡，我抽，然后开，放两个单位，好，然后再来两个块，两个水晶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挂一个水晶，一只一个水晶 ，OK。然后可以选择我要放的战斗标记二或三，我决定放二在这，三在这。然后我要发动吗？二跟三那个是处理的顺序，就是等一下战斗处理的顺序，我先处理我这个，我是一，先发射战斗，我先处理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要因为这是第三回合的第三个动作，所以我。没有办法怎么样，我先发动这个技能 Skip and Destroy， 我可以放一个蛋蛋在一个战斗的区域，结算的时候呢，这个蛋蛋能够杀的数量代表我控制区域的数量，好，然后放一个蛋蛋在这结算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再来我发这个第二个，我看那种第二个 Scouting 的能力，我可以放一个控制区域在一个没有被控制的区域，然后放在这里，不要放哪边淋雨的。Token in any battle region without human， 请不要放在有人类的地方。Without human， 请不要胡乱，请不要胡乱。我就是要胡乱，所以他是打别人哦。我就觉得你会胡乱我。没有，他是，所以他不是给我用的。我不知道，那我怎么结算？放在一个战斗区啊，有战斗的地方，例如你丢这边。对。然后在战斗结束的时候，就视同你放了那么多人在那个最下面那一格嘛。对啊，可是那不是我战斗的区域啊。你跟那个战斗区域临近多少个，你就放几个，你就视同放几个人在那边。简单来说，我跟他在这边打架，然后你把那个蛋丢到这里来。
然后你等于是因为你有两个，所以在我们结算的时候，你等于放两个人在那个最下面。所以我过去帮忙杀人这样子，你去赚分啊，杀两个赚两分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放蛋蛋，先放再说，反正他 不行，他要放在战斗区域。好，那这个就不能用了。我先发动这个，放一个标记物在一个没有被控制的区域，我放这里，然后再发动。等一下就要结算战斗了嘛？嗯，那我先发动这个七张手牌，然后我每控制一个区域，我可以加一分，所以七张手牌，然后加分加两分，加三分，黄色三分就自己也算，对，就含自己三分。好，下我没有动作，下一位。那我把这个三个扳手。继续丢东西上去。我们只会算水晶嘛，你会多算占领的区域。对，我要先发动这个，把一个人移到隔壁我占领的地方。嗯，然后再发动这个，把这两个人移掉。你干什么？这个是移动建筑物啊 ，Move your structure。我就说他可以搬建筑物呗。哦，所以我弄错了。对吧？所以不是这样子。你可以把基地两个人移掉、哦啊、不是就换建筑吗、哦、没有他两个搬掉可以换建筑，但他不是啊，可我移这边我不能盖这里，对对啊，没办法，哎，我可以盖这里啊，战斗区域可以用吗？没有说不行，同一个地方，你说把建筑搬在这里，没有，我把人拔掉、哦、然后把东西放那里，所以当然我还不能在那边发能力就是了、嗯、算了，我没去理你。哦、可以了，盖碉堡了。那我最后不要用啊，没有到最后用的意思。你移三个就可以盖碉堡。手牌没有上去吗？七张。哦，这个是相通的、哦，你可以过来打。哦，好像是这样通的吧？应该是，因为这合理来说是这样啊。对，它其实有地名啊 ，To Maris Maris， 对，马瑞拉斯，马瑞拉斯，阿夏，这是阿夏拉斯，阿夏拉斯，阿夏阿夏阿夏拉斯。然后瞎拉屎。嗯，我盖一个这个在这边。那个是哦 ，OK。这个，嗯。然后我要抽一张。战术控制。对。抽一张，这个时候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用，但是应该还是要符合那个区域吧？是的。所以等一下可能会打架的地方，像这个地方是什么都不能打吗？什么都可以打。什么都可以。嗯、什么叫？没有限制，就什么都可以，那个、是不是？就这边要什么？等一下可能要打我，你打我那是等一下事情，你先打你的吧。啊，那边我不会输，你说什么？小心哦，他很厉害哦。抽这个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抽一张这个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我这个能力要用。搬建筑，你要搬去哪里？哪都不能搬、啊，不能搬啊。为什么不能搬？可以啊，你要搬去哪里？家里不能盖啊，这里不是你控制的。哦，要搬到我控制的地方，应该是吧？是，好，是，合理不能搬，很合理。那我还是可以发能力。他没写，我们也这么说。把这个移除。嗯。哦，移建筑换兵进去哦。对啊，移建筑换兵，或移兵换建筑啊。好，什么 OP 的技能？我都是机器，这都是零件。好。你是变形金刚，直接蹲下来就可以做完了，蹲起来就是变大货车，然后站起来又变人这样子。嗯，差不多。哎，可以可以。Spend one of your coins to move any number of your friends。哦，我发动他的能力，移掉一个水晶，然后移动人到一个没有战斗的地方。一个人还是 any number？ 嗯，顺移。好。所以开，什么时候？等一下，什么时候结算水晶的积分？战斗完才会积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打赢就有分，打不赢就没地方退了哦。会全部他就会回家哦。对，他就回家。你打不赢就要回家、哦，因为只能撤退到临近有区域控制的地方哦。你可以所以，例如你刚刚瞬移到这边，你可以选择这边哦，不是直接来这边不是很好吗？我只是跟你讲，例如你选择瞬移到这边、你打输了，你可以退回去啊、我懂。对，那在这边你打输了就没有退路。好，嗯，那。所以是第一格打输就没有退路，不管你二三格赢了没有。哦，因为第一格是单独结算的，
因为第一个它代表的是这个区域的事，应该不会有四只吧？什么放两个什么？两只，两只跟两个，两只跟两个水晶，跟两个水晶。哦 ，two truck truck 指的就是这个，嗯，星星的，哦，好，然后两个水晶的，哎，不是的，对吧、啊？好，那你攻你是攻击，你是四三四、啊，哦，嗯、好，结算就没有了，没有，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做事啊。哦，你只是先移动了，嗯。手牌上线七张、嗯，那我手牌上线应该不会爆。这个时候还要干嘛？盖建筑物。跟你说一下，防守方可以撤，可以移把兵移走，只要他的上限超过他的两倍。所以像现在一只可以扛两只，如果他有四只的话，你可以他可以撤退另外两只到另外一个区域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有撤退这个机制就对了。那撤退那边还会进行战斗吗？对，他可以把兵移走，就是只要兵力超过你两倍，他就可以把兵移走。比如说我现在打你，那你有三只，那我你说攻方的兵力超攻方兵力超过守方吧？守方的兵力超过攻方两倍以上，一个，然后你只能控制他两倍的兵，你不能把他五只全部。我用一只兵可以把你两只兵锁在这里，但是另外三只兵你还是可以移动。哦。那应该不管攻方守方都一样吧？比如说你这边很多兵，那我进去发生战斗，我要避免他发动建筑物能力或是兵乱跑。可是我只能控制你两只，另外两只我另外两只我还是可以动，还是可以去，对你还是可以动。哦，不然正常情况下，像这个他是不能乱跑的。哦，我懂意思了，不懂。好，防守方可以不是因为应该这么讲，我本来冲进去，对啊，我可能有一招是这样子。你在那边盖了十个建筑物，对啊，但我不想让你用，我第一个动作派一支兵进去，然后这兵送你，嗯，我没有打算要死，但你这个洞等于你这个区全部被卡死，对，角色不能用，然后人不能走，哦，所以其实这但是我一个进去我只能绑到两只，两个进去绑到三只，但是人还是可以走，但是建筑物就还是不能用，但是如果你把兵都移进来，他可以冲回去，顺便吃你家。你说这是一个免不是这也不是免费移动啊，是你还是要做动作啊。对，他可以用移动来移兵，嗯，但是像这个就不行。手牌上限超过是马上弃牌吗？对，你抽了就要弃掉。哦，手牌上限怎么可能会抽？手牌上不可能，你等下打仗就要用到了啦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用就会被坑。你打仗的时候，嗯，弥勒控制这两只，对啊，他可以打手牌。哦，他可以打手他自己的手牌啊。对啊，可以哦。以你不说他没有手牌可以打？可以，他代表你。上次跟我讲他没有手牌可以打。那现在跟你 update 一下规则。哦，对，我们每次玩新游戏嘛，对，我们从简易版的再精，对，又被骗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上次你赢得稀里哗啦的，我也才赢五十几而已、啊。我输的糊里糊涂的，我也才赢五十几分。总共板子上就五十分，你赢一圈，好不好？全部打还好，他给你一个一百，就是给你这样，只给五十，对不起。打这张加一个水晶，抽一张牌，还是一定会花掉吗？这我觉得。不管，再抽一张。我直接跟你讲啊、嗯，我控制他，如果不是什么必要的情况，我不会特别的去打牌。抽二选一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你可以不同地形没关系。哦，是哦，没关系，就同一个。好，方，反正每个地形它里面的，就是其实它总共就只有那几种。对，它只有那几种技能，那只是上面不一样而已。大概跟你说一下有哪些，像这个地形有。新增一个单位，从你的供应区到战场去，到那个战斗区域，然后移动最多你自己的两个单位到另外一个区域，嗯，然后从每一个靠临近的区域拉一个人过来，对，从每一个战场的临近区域拉一支兵进去，你那个不没有，嗯，然后结算战斗的时候从下面上去，他那个结算战斗反方向不是这样子，是从这边回去，没有，我印象中他是从这个开始。他从这里开始，可从这里开始，但是他第二个动作是结算捕获，所以这两个牌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从每一个相反方向战斗的临近单位一支兵进去，嗯，然后第二张牌是选择一个敌方的单位，他必须要移动到不同的位置，哦，他必须需要你选一个弥勒，你叫挑一个地方，他要放一支兵过去，放最下面，不是他是洗，他会洗哦，对，嗯，奇怪。他从下面结算，就是你会先杀人，嗯，杀完之后我们再结算捕获，捕获完再结算这个谁控制的？对，如果你打那张卡的话，哦，可以把它反过来，对不对？打那张卡会把它反过来，那个很有趣。反过来很强，
很强啊！我上次就靠那个，他就把我人头杀光，我就把他人杀光啊，杀光了。他打我，就把他人杀光，然后他全部死，然后我就撤退，那一定是我赢啊。对，因为他是防守。对啊，对。到不了那行动阶段结束，我们进入结算战斗阶段。那按每一个战斗区都会捉一颗水晶，所以我们先补好了，先补一。一哦，每个战斗间每个战斗区都会播一颗水晶。对，每个战斗区都会播一颗水晶。好，那从一号战斗开始，因为刚刚不需要讲。然后战斗的是这样子，由攻方先放，然后你要选择你要放哪个区域。哦，好吧，那就实在是没什么残念的，杀你一只就好。你又杀不到。杀不到。我会先捕获，会先捕获就被抓走了。对，所以我才这样放，因为我要。好，你要不要打牌？我一定赢的。我赢了，为什么我要打牌不打、啊？你打了我再说嘛。好，那就结束。好，先上前三战斗，这边变我的。对，然后获得两分。两分。然后抓走一个单位。抓走一个单位。对，然后没有，没有这样结算。然后获胜完的兵放回去。放回去。然后这个撤掉。撤掉。丢掉。因为我要保证我获胜。对，然后现在换我，我是进攻方。然后换你，对，你也可以打牌。你如果你手牌多的话，如果这时候放捕获的话，抓不到，就抓不到。这区域是他的，然后但是什么，然后那只就消失，他就撤，他会撤退到旁边，就平手。哦，就他也抓不到，至少这一分不要给他。这个时候一定放这，除非你要打牌，不然一定放这。对，好，那结算的以后就是我获胜嘛，所以我就回来就那个给他，然后就会撤退到隔壁，那隔壁就在这里吗？不是，不是放那一只，撤退到隔壁要放这个，你对啊，撤隔壁。你自己选择那里啊，这里这里或说这里都可以。那你放这里也可以啊，因为这里我比较急，不要让我去容易抢到它。哎，可是那不是你控制的区域吗？对啊，那有什么差别？那你放这里啊，其实都一样，你都派飞机不就好了？我现在是打算派飞机。对啊，但是你还是得放啊。派飞机，你都哪一个？这个啊，飞机啊，我这边盖飞机，然后就直接说那边是我的。可怪还在啊？那无所谓、啊，怪就不怪还在吗？怪还在啊。那你可以在那边盖东西，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对啊，好奇怪啊！空投补给，听过没有？看一下好了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其实我上次也看过这件事情。哦，只是他上次没有用。他说没有被占领的区域。对啊，哦，好了，算了，放那边。OK， 好，那虽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视为被怪物占领了。嗯，对，好，那规则书没有规则书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你看，偷把规则书藏起来。没有，他写。未被占领啊 ！Regions with the Trognet， 重点是这个算不算是被 Not 占领有没有？对啊，现在应该是被怪物占领、啊。这个或有这个的或这个的都不是被占领状态，不是被怪物占领啊 ！Not， 所以我说这个它是不是为被怪物占领？不是，现在要吵不是，它不是。如果第四个玩家就是，但现在不是。第四玩家也不是，第四玩家要他自己有人起来他才会。啊，反正有第四玩家我就跟你讲，它是变体规则。好，那现在战斗第三，我是进攻方。嗯，对，进攻方怎么看呢？都要放哪？放哪？为了避免被抓走，但是会被杀死。随便你放啊！你要放哪里？不是很懂。我也不懂你要放哪。我放哪就反正不管是他放哪都一样、啊。放这而已。那好像那也不需要那个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对吧？抓走就好了。抓走就抓走他、啊。对啊。抓走他这边反正我赢啊，这边他赢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真的哎、欸。这样你又不会赢。那我如果放这里呢？然后呢？还是被抓走？有差哦！我怎么样都这样放、啊。放这里呢？还是一样这样啊？你怎么放都一样啊？对啊，你只有一个的情况，怎么放都一样啊？然后就被抓走了，就这样子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抓走，不是抓我这吗？我控制的。对啊，变成你的，变成你的俘虏。是他的。对啊，他的。这么奇怪啊？还真的、哦。是。你打输他，然后被他干走。对。他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然后被他干走。对。超奇怪啊！没有什么奇怪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就是这样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个、啊、一个所以感觉应该是就是公家的俘虏、就是，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能用太少的兵去冲，本来就不能对，至少两好随便换继续，然后换你打，换你打、哦，好像也没有哎哪一边啊？嗯，从上到下、这个、你要这边最上面吧，嗯，然后。抓或是杀好像都一样。我杀你一只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加一分。我抓到你一只，哦，他再加跟星星一下，这个赢也是一样丢这个。哦，赢了他就消失，然后放一个这个回来，对，他窝回去睡觉。那你这只呢？
啊，哪一个？这只呢？那是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好，我想想，怎么想不是这样？这一定玩错。我也觉得一定玩错。怎样放比较好、啊？放抓，反正一定会被你抓。放杀，啊，至少可以杀一只。你要知道怎么放比较好，就是二二啊。二二不行吧？你放两只放那边就好了。哦，对，怎样都不死啊。一定三，这上面哦对，因为我是两只，刚刚是对一只的情况，对，上面一定是三，哦，因为不然这些会全部消失。对，那你剩下一只放哪都一样啊？放没有啊？放杀的话，我可以杀一只啊。你杀你绝对杀不到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这样子放，然后这只会被抓走。啊，对，我会这样放，可以打牌啊，可以打牌。我知道、啊，他为了不让你赢，他会打牌。我一定会看情况啊，他打牌我再打牌、啊，因为那一边有八分。对啊，他打牌我再打牌就好了、啊。他打牌我再打牌、啊，我干嘛打？给他、啊，反正我现在一定赢啊。你 pass 就不能再打了啊！你如果不打牌 ，pass 就不能再打。我不打牌，对方打了牌，难道哪有什么道理我不能再打？他这什么鬼规则？你 pass 就不能再打牌，就是这样子哦。然后他在打牌，那我不是一定输？所以你是棋子玩家，你攻方你就要先打。哪有这种事情？通常回应这种东西都是对方不做事，两个都不做事就结束，这很合理啊。他是我不做事，你做的事，我不能再回应吗？你如果宣告你不打牌了。就不管打到什么程度，你宣告你不打牌了，对方可以持续打牌，他可以不用一次，他可以打一规则书给我，这我不同意，这没有规则书在 FAQ 里面的啊，这哪有什么规则书？那你们那里找那则 FAQ 出来？规则在这啊，就是那你找那则 FAQ 出来，因为这条我觉得不，这条我觉得差太多了。他的范例只有这样子，一个打，第二个打，第三个 pass， 第四个可以打。不对啊，那第四个打之后，第一个也可以打啦。第四个打之后就没有啦、啊，你第四个打之后，只要 pass， 他就不能再打牌了，他就没有第五个动作了。他已经没有了，我觉得他已经写在里面。那你说轮流打，就是我可以等对方打完再打吗？好，那就可以啊。这游戏叫什么 ？Cryhaven。我那个是说明书啊，你要我可以直接寄给你。没有找那个，看不中文。没有中文的，不是每个东西都会有中文的好吗？这款游戏还在预购，我就定了嘞。Once a player decides to play Tabletop, they can no longer play Tabletop in the嗯，就是这样。盗贼之城吗？不是，它是另外一款游戏，有一款游戏也叫 Cryhaven， 很久以前。真假？怎么会这样设计啊？这什么奇怪的规则？我不打了，我之后就一辈子不能再打。你确保你确定你会赢，或是觉得赢了没有关系？他是要让你在……不是，我现在一点意都没有，我打牌没有。他的意思，这个东西，他就简单来说，就是他给防守方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对啊。他不是把你所有的胜率都放在这边，你要有策略考量。如果你觉得输没关系，那就不要打；如果你觉得赢关系，你就毛起来打。不是，你就至少要打一张。你一定像你现在一定要赢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至少要打一张，你不能都不打。就算我打了一张，我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一定会赢啊，这很奇怪、啊。但是至少这样子你可以扛他的牌，不是没有用啊。你不是、啊、你有机会再打第二张。他指的是说，你打了第一张的用意不是那张，叫我有机会再打第二张。不是你打第一张的卡的用意，不是为了可能不是为了那张卡效果、嗯，为的是我可以打第二张卡。那超奇怪的、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他，的确他这样写，我觉得这个规则很奇怪，但是他这样写了，嗯，他的确这样写，除非有人篡改那本规则书之类的。我还有一本 FAQ 啊，这个为了应付你，我觉得这 FAQ 应该不会有写吧？这 FAQ 有写吗？通常他们家的游戏，你只要看到这个，不是因为规则书。因为他规则书那个他写的其实蛮明确的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红圈圈哦，你就知道说明书还有一本规则书 ，FAQ 他们家都是这样。那你找那个 FAQ 出来，那你先放嘛，反正看起来我们两边都不会打卡、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样子反正我觉得你放哪都一样，那我先放这里。哦，有啦，哦、等一下确定一下，他刚刚讲这边某些区域没有指定的区域的种类的时候，他可以打区域策略卡吗 ？No， 你可以打战斗牌，但是不能打区域策略卡，所以你只能打自己的手牌。哦，对。什么意思？只能打自己的手牌？没有这几个，他没有特别写这种东西。没有没有地形，没有画这个的时候，只能打自己，就是不能打，只能打自己手上。哦，好。所以你现在要打，你刚刚在打哪个区域啊？这里哦，那你要注意，只能打这两个地形，还有跟手牌，我知道。没差啦，我不会打牌，但他一定赢啊，所以我不可能放这一个。那不想被你抢，所以要这样放，这样可以保护我们抢你一个。嗯，那如果这样放的话，只杀得到一个，反而没有抢到，所以一定是这样子。这时候说包先起见，打个牌好了。什么？你打牌了？反正手牌超过了啊，嗯、又没差，换你啊。你打这牌是什么？我可以移动你一个人吧。就说啊，结算，直接结算。哦，直接结算。打了牌直接结算。哦，
那因为这个时候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一个移过来，这样我就不会被抓走。可以，对吧？反正这样不亏，至少我打牌还是有赚，赚了一支兵。移动对方的，看起来是这样。Choose one 敌对的 on a battle， 选择对方一个，他要移动，不是你移动。哦，是哦，嗯，他换到另外一个区域去。哦。他如果换到杀人的，我还是会被杀一只。对啊，但问题是我就不会把你掳走，杀了是回家，掳走是不见了，然后你会每回给人家分数，然后你还要花分数去把它赎回来。嗯，好像，好那转来照打照打，给你移过来，给你移吧。嗯，那我要不要打呢？我不打。哦，他不打，你还可以再打。哦，没关系，但是他已经不能打了。没关系，你继续，你继续，你这里输了，跟我不痛不痒，根本没关系啊，是吧？哦，我再打一张卡，还好死一个人就还好，我就可以抓，我把他抓回来干嘛？他还会帮我跳分，抓过去他会帮你跳分，然后他杀不到你。对啊，不错，继续打好，管他的，是你自己的吗？你自己的，好，对啊，你手好多，你在战斗牌怎么好了？你的特性是可以在战斗的时候叫兵，所以你可以帮剑都叫兵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的特性没有这招。有他刚刚打太远了，然后应该站在他旁边战斗，然后盖剑都不砸。那个不是在这个阶段呢、啊。对啊。哦，没事，继续。那就结束了。嗯，结束，结束了。这边是你的。嗯。滚。然后。标记。所以我抓了他一只。抓了一只，然后这只消失了。对。反正都打了一张，可能继续打。哎，所以那只他会退到旁边吗？不会。他剩一只，不会。他剩一只要放那个了。那你可以选择你要放哪里。嗯。怎么样都放中间啊。不要让他进去啊！进去干嘛？这边有好处吗？没什么好处。对啊，进去干嘛？我放这边就是只是你那个飞机就丢下来了。放这边，他在这里深水晶，谁动得到他？他可以瞬移到没有战斗的区域，开什么玩笑？那有差吗？有差吗？那哪个区域他不都可以去？对啊，他也可以瞬移到我旁边啊。对啊，可是放这边你就不好抢，你等一下就不好那个再抢地盘。哦，我可以放这里啊。如果我想的话，哦、对，可以。那你先决定放还是反正你放了嘛？他决定。然后我再发动我的能力吗？不行、每一个战斗结束啊。他是每 after each battle、哦。他那个是 after each battle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啊。他那里有四个人，所以从那里拿四个水晶回他的。哦，是人数啊。对啊。哦，没有写啊。那个奇怪的单字是你的种族。种族名称。哪一个？不会是 P 开头的那个 P 什么吗？你认一下你的那个游戏主板好不好？你游戏主板上面就有写你的。Each battle of， 可是它不是 each battle， 我以为它是说指每一个战斗。After each battle with， 这个东西的每一个战斗啊。哦。所以。哦，所以只有一个吗？我觉得啦，是吗？每一次战斗。哦，对啊，每一次战斗是每一次战斗吧？所以拿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拿一颗。就拿只是它是常驻的。对。回家帮你拿了。哦，那结束了。好，结束。那都结算完了以后，我们就进入了那个俘虏计分阶段。嗯，刚刚我有没有抓到一只兵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被抓走了，被抓走是吗？好，那谁有抓到的？抓一只一分。我抓了两只。我抓一只。好，那把我的兵要不要还我？我想一下，要还我要扣两分呢、欸。他要花两分赎回去。哎，问你啊。赎啦赎啦，哦，好啦，先赎看看，好，来赎回兵，不用，上面站那么多只，不要赎回去啊，不要让他跳啊，重点不是你拿，重点不要让他跳啊，重点不是、哦、有道理，好，那我扣两分，他少跳两很多分，他等一下分数很多 ，OK 好，对啊、哦，然后再来进入计分阶段，嗯，这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怂恿人家，怂恿。一定要怂恿人家数啊！那计分阶段，因为我先计分，那我要有区域分数，一二三四，再加上水晶二四。2, 4,所以我总共八分，好，然后你就算你上面的水晶分数，你也是，你是七分，七，你加七分，然后你加，我加三分，三分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一个 order，、嗯、然后我们要进入第二个，就翻事件，从 event 开始，那个事件。哦，是哦，不是要到才会翻？没有，它总共只最多五回合而已。如果分数很快，就马上结算。如果我们刚刚的分数超过这边，他会一次翻两个，每一个会少一回合。每一个玩家从他有四个以上的兵的地方，把一只兵收回家。我的妈！妈、啊，靠！对，每一个区域都要但是收回家。哦，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件呢？
扛掉，以后不要用。不会啊，一人死一只又没什么。好，那更新你的技能，然后调整那个回合顺序，抽四张卡。抽四张卡，一二三。对，不够抽的时候呢，请自己洗牌。那一样由我先开始，真是不好意思。